百年前，大陆繁荣而和平，可是一切都在那天彻底改变了。魔法风暴改变了整个大陆，废土之上，食人魔，烈焰领主，亡灵将军，诅咒巫妖，还有地火炎魔，驱使邪恶的毁灭之火焚烧大地，直到勇士出征。韦德村不再宁静，血色要塞战火再起，灰烬旷野烽火连天，血色要塞鹿死谁手，荣誉指向何方？剑士、武者、法师，谁能问鼎王者？黑幕已经悄然降临，血雨沸腾，整装出征。